大年初二，佛罗交谊一名12岁的女童，今早8:23，不知何故从4层楼的酒店坠落地面，头部重创，紧急送院治疗。小伤者的父亲事发当时在楼上熟睡，是透过保安通知才得知大事不妙。女孩的院伤报告目前还没有出炉，警方将会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-1A 条文，父母或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的角度开档调查。